正港台湾的高铁诶，时速300多就咧吹啊哦，来，尽量甲吹落去吼。你吃香的啦，你要等你吃久啊。哎耶，呜呼，来，就过来哦，看车。Take the ultimate question.
得非常棒的技术跟功夫哦。相款，大家烫一个衫，姿势就正侪啊吼。迄姑娘伊搬就是后壁咱咧烫，啊烫规溜啊溜开，马上就单调啦。啊，你看咱，咱的姑娘啊吼，烫这衫我有艺术有气质的，你来看麦。男人都是喜欢这样子慢慢的来吼，不要太猴急的。朋友。